唱歌吗？当然会唱歌了。大唱姐，亲爸爸教你一个吧。嗯。最有名的神曲。好吧。啊，一年有365个日出。还是不会。你只要学两句就会了。你会唱吗？静静，我咱俩一句就教给你，好吧？啊，这会儿在火车上啊。一年有365个日出，你唱一个。361个日出，对，我送你，我送你365个祝福，365个祝福，祝福，祝福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祝福你。对，祝福你，祝福你。想吃啥有啥，想玩啥有啥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跟着爸爸可以走遍天涯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好吧？谢谢你不是会唱爸爸的神曲吗？一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，时钟每天转动已经440圈，我的心每天唱着已经440多个，四年每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都环绕着你，想能幸运东升，灿烂无比。很棒，阿拉蕾给鼓掌吧。好，太棒了，亲。我这是快速版。啊，你这快速版。比你原版还要唱的快一点。哦。快速版。那你能不能教教阿拉蕾唱两句？我唱的就快一些。你唱一慢版的吧，一年有。为什么我可以唱快？啊，你能快。小猫手机卡。你教庆爸爸唱一个你的小儿歌吧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小猫。我这只卖咖啡。我变新的歌了。走呀。说走。好，我们听听阿拉蕾要教爸爸一首歌，阿拉蕾的神曲交给爸爸，交给庆爸爸唱唱，来唱一个来。阿拉蕾的神曲。嘘，你别说话。走呀走呀，我在一个地方，我唱的是很长的歌哟。星星我不怕哟。不行哦。走哟走哟，走到哪里走到哪里，就在哪里就在哪里，好着我都要找到家，我都要找到家。我告诉首歌是找家的歌，找家的歌对吧？找家怎么找不到？找家最后找不到。可是我发现，我去跟鲨鱼爸爸玩一会儿。发现，可是我发现，前边有一座。前面有一座小布屋，小布屋，我走进去，我走进去，我就说，我就说，你能不能别三个字三个字叫爸爸，六个字来一个，我就说，说什么来？我就说，我就说，我就说，我自己住在这里。好，唱完了。哇，太棒了！我最后唱，我就说，我就住在这里吧，就可以了。你打多少分啊？我打100分。100分，哇，太好了。嗯，那庆爸爸是不是那个唱歌天才？是歌神呢，还是啊什么？唱歌天才。我的天哪，阿拉蕾停下了啊，亲爸爸唱歌是唱歌天